这天气有点热。那个，我最近都在看那个世足赛，然后回想起我们以前宇宙人在刚开始组团没多久，然后也经历过一次世足赛，对，好像是。然后我们就自己做那个我们所支持球队的球衣。哦，对，然后那次我记得我是阿根廷哪一队？英格兰，我应该是英国队。对，然后英格兰非常简单，他只要一件白色的 T 恤，然后两条红线，这样一个十字。对，我们用胶带，基本上我们都是用手工的，我们用那个网络找那个抓图，然后印下来，用下载那个队徽，真的。对，然后那个解析度还很差，那个格子都很大，然后贴在这里，然后唱到一半会掉下来。对，那时候魏胖还没加入，如果他现在加入，他应该是少林足球里面那个六师弟。再次郑重介绍鼓手魏胖。好，下一首歌呢，或许我唱魏胖会很伤心，没关系，下一首歌来一首花花。城市里面唯一还有热情的人们就是我眼前这群，给我一个鼓掌，对，不是鼓掌，应该是跟我一起拍。如果你们想要宇宙人亲手设计的贴纸，就跟我一起唱，想要想要想要，阿鬼帮我唱，想要
是不要